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苏坤客家新闻插枝。台湾一年秋天旅游部位对季节分布来看，台体的对南都北演出都清晰的位置。现时全台湾的部位主要来自南台湾，青苔山体是农业太阳屏东，尤其是果树乡。我们做的案例讲，屏东出山的部位十只旅游六七只是来自果树的。不过虽然果树部位产量全台第一，三毛夫群的高雄甲县按有名。今年屏东县政府从果树乡天树开始建立一连七家的产业店，而打出果树部位的品牌。没有虫啊！七十岁杨朝东种的四角乌的，差不多无限。人家看到啊，贵太偏的乌的田长树生态，果树很多。屏东太武山下，民国七十六年时间，全乡挖田做水源、水质、水量保护区，唯一的经济来路，乡村农业。一个乌的吼，天眼咧山好山好水，有乌的。没污染啦、啊，一水这么好水啊！天然的山都下来没污染的水啊，乌鱼河水又跳，哦，品质好，哎，将家私卖唔好安尼。杨朝东小小讲七家朝国董事长，故上做朝东，后生时节到台北打拼，拼脱事业过后，转到果树工作。佮讲七家穿到青岛系身体的空间，佮吃到中午的九年，趁无马钱。我种的九年乌鱼。前三年是按平平的啦，因为含前进入状况啊，也无忙个了钱。提薪也是了哦，了了十两万咯，来唔放弃啊。好，今年就有赚了钱，今年计我有数量有四甲啦，有赚七八千。过了是平平的平平的，啊，就因了因了因了，哦，赚了钱嘛就了回来，是按你过去的。你有看得出来乌龟好也唔好？安尼来伊了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啊，看得出来啊。你有看到？哪方位啊？嗯，哎，唔好呀吼，扑扑扑，从巴下吼，让眼石头样的，然后煮好个这边球。就是高速南部这边的芋头哈，是因为它是秋天种，然后经过冬天，然后它长比较慢，它的口感是比较 Q 比较扎实，它也是会松软。但是它还是比较 Q 一点，所以它煮了之后是不会散掉的。那中部的话，因为它是在夏天，所以它大家说，台语讲比较绵呐哈。果树乌的口感整体很好，用水煮又无安改酸态，是乌的加工产业称号的。对生长的季节来看，台湾乌的是对南数多白，主要产地包含屏东、台中、苗栗、花莲。今年代之前是屏东乌的三季，果树乡种植的面积就占了屏东县的六七成。其实高树它大概是全台湾面积第一或第二，因为一直在第一、第二之间跳动。那主要还是在，就是说它是供应比较，春作，就是春天采收到夏天这一段期间的芋头，哦，那它就是秋天种到这个时候采收，哦，那所以它是这段期间在全台湾最主要的产地，那再接下来才是大甲，就是到夏天之后是大甲出来的。就屏东县呐，哈，差不多有六七百公顷呐，哈，但是像果树无就差不多380左右啦。啊，也给创造出来的产能嘛，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哈，有得到他应获得的那个利润呐。乌龟农工种了几十年，加上田头将经过时代，没做讲几十年来，农民利润老三年无办法比，也一枪又证明了台湾农业唔好做。结交些年年喺头三小之徒，农民抢富集生产，喺三年年的青头节。米建农山加工，利润老低面土，含超过年三天。果树喺头屏东县青白片，把高雄的甲县另外地方都好对照。芋头在这边的数量那么多，大概有
中下芋头这一方面大概有七成六成完全送给甲仙做加工嘛。那因为我们当地以前都没有在做，无论是合作农会都没有做这一块。芋头，台湾的芋头产销是这样，就是说哪里是产地，然后他们那些欢啊或者是行口，他就会去那边采嘛，去那边采购，然后采购完就是全省这样运送。今朝当阵新土上户的业务的当归，迄个唔使你削太太多，只会增加成本。也每套果树，迄套甲线，比起果树甲线行较像生产户的状态。虽然台泥这些，也系台泥这一些落到甲线，只会看到一粒太户的甲线太巧迄户的色，也明明唔要生贵，不过套甲线的记录行，柜台户的套个卖，慢慢就看得到卖户的便利店的。我们本身甲仙当地的芋头呢，它的产季大概是在中秋节到过年前这段期间。那现在这段时间没有芋头，就是甲仙芋头是断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各地的，我们会找大盘商，然后帮我们寻找比较好的芋头的质感再来做。那现在我们用到芋头是美浓跟屏东比较多，屏东高速那一部分。芋头其实以甲仙目前使用芋头的量来说，可能是全台湾最大量嘛，其实大家其实都喜欢把芋头送到甲仙来卖啊，因为来到这边价钱比较好，而且这边销售量也比较大。最近我拿的是屏东那边，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慢慢往嘉义方向去移动。供应老需求是基本的经济好，托三年的当中有一种上帮上天的供需关系。甲仙的物业唔滥用，果树产量没有甲仙来卖。按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片生产，那么一片加工的专业分工方式。有的要熟成呢，盘上就请工人来熟，分级包装过后再过卖出去。要在太平区云土的南下二十二土，那不是三十二土的高温。冰库打开过后，温差太大，冰柱一下变作冰水。但你们也建议，熟来削开芋的，准备要送到甲仙。我们大部分就是到田里跟农民说了，因为农民现在要请工人的困难了，我们有一个专业团队有在说嘛。那么说完以后，就分层次嘛，有一部分就是。农会帮我们共同运销嘛，一部分就是，送到那个专业的乡里店嘛，批发市场，还有食品加工这一类。一般来讲，芋的品质有上芋、中芋同下芋，上芋是外表完整，无偏虫害，做得直接卖去消费市场；中芋无按完整，外表有偏虫害，切得三个一个以下。下芋是虫害较严重，不过含有部分用得。一两种单单拿去加工市场，初生芋的品质由长产年龄当道，请注意做些偏虫害。现在的芋头不好照顾了，因为软腐病哦非常严重啊，那到现在也是没有药可以治疗啊，有时候遇到天候的因素哦，大概产量都很少啊，以前一分地哈产量有五六千斤，现在啊今年。很多都是一两千斤，甚至有的没有一千斤啊，所以说现在的鱼头的价格高涨就是这样来的啦。六十千元种多斤，啊，头摆种啊吼，芋无出空，啊改种，啊唔是啥药去，啊呢，啊芋金金，无得安样往落出空就错个啦，啊唔稳唔压，啊呢，啊改何故？啊目前呢，金种的吼一块都了钱，啊多人种啊。用养法种芋的四十年呢，韩国当年就抢种芋的，当时种偏养，偏虫害其实是一种细菌性的偏害，是透过内肉切开来的。一个无同含作的作物，比如讲包熟轮作，偏虫害就会进来进严重。六七年就一个周期，这样一个病变的产生嘛，吼。那这方面我们有也跟改良场这边来反映了，就是有相关的这样一个协助吧，吼。这方面的话，能够来辅导我们的农民，在这病虫害的一个防治上，能不能来做一个帮忙嘛，吼。主要还是软腐病的问题。那软腐病吼，大概是这几年来，其实也不止今年，那去年、前年吼，其实都这几年是越来越严重。那它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主要就是连轮作引起的
那种连坐障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也有解决的方法，就是说苗也要消毒啊。苗，我们那个芋头苗要种的之前要消毒。平常还有办法解决，不过生锈啦、烘熟，将影响农民利润的主要原因。屏东县政府没注意到诶，今年开始天树果树建立品牌，很多的贸易商啊，他们就集中就来我们屏东这边开始在采购了。啊，采购的话，当然都销到哦我们各地啊去销售去卖去做加工产品啊啊，所以说一直说我们现在我想说这几年上，我们希望把高树这个芋头能够打出一些知名度出来。果树有几好，但是无推广啊，全部拢从老辈的品牌去卖，比如泰甲乌诶，哎甲贤乌诶，等于因为品牌的利润嘛，我们没有分享到啊，现在由农会们哈来做这一块。果树的五位品牌没办法做上甲贤安好，还在年年黑。果树的南埔当重要农业乡之一，农特产不但抢多，还果产量单单是全国的前几名。果树农费前的南行路是乡内的主要道路，可那过去卖青豆是旺利。那我们高树的特产大概可以分为，从量来讲，最大的量就是那个凤梨，凤梨大概有800公顷，然后再来木瓜。大概也有300公顷，蜜枣550公顷，然后芋头也大概400公顷。因为它的大概种类很多，所以以前的农业大概做起来就比较困难。打造五位品牌，果树农夫也对两方面来做。青葱要替补是解决人力的问题。既然五位农采收有困难，农夫就探索经验，农民的收入增加，要解决生意问题。他们还是习惯说哈，请外面的盘商，然后做整个的购买方式。但是对农民来说，我这个收益会比较少一点呐、啊。我们是希望说由农会我来组织一些剩余的人力。人力空闲的人呐，吼来浪费电机，啊，个诶有需要诶劳力的人呐，吼来申请，就变成两方的中介。果树浪费去年申请的浪费费从 V 计划补出，意思就是浪费创立品牌，浪费再个向农民输给农产品，天数农民买本消费者，浪费希望农民专心顾好品质，每节的行销老加工，本浪费来做。从比赛提高品质以后。我们还是做拍卖市场，拍卖市场做了以后，我们要做宅配，然后做加工，像芋头酥啦，哦，凤梨酥这一类我们的加工，我想说由这样一步一步来做。目前在高树有一些加工业者他目前取材是我们当地的高树他在当地做加工，做那个芋头酥芋头酥也开始也在做行销了。好物没有一好品牌，高树想种好物诶，没想发展产业链。从头节的身体好，同每节的市场好之间，高树当当都是前一条清河的路。